们的这个英国的标准哈，英国的宫殿标准在这地方，对吧？英国的一码一尺是多长，都定在这个地方。这叫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工制标准表。英制啊，他、啊、那个呢？英制啊，英制标准。英制标准。英制叫。哎，那条线在哪里？啊，那什么意思？一英尺。画到外面来，让我们比较容易经过，都有办法去看到这条白色的那个线。白色板子上上面那条黑线，那个就是纬度零度线。